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给我闭嘴。所以那天你才没有去相信李是吗？为了那种女人神魂颠倒，丢尽父母的脸是吗？她不是什么那种女人，她是比任何人都还要珍贵的人。你不必再说了，马上跟那个女的分手。姐夫在办公室跑去哪儿了？大叔的名字怎么在这？该不会大叔跟姐？德林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